好，我是李思源呢。Hello， 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？不知道。变形金刚。妹妹你在干嘛？好，他是史努比、Melody， 然后万圣节的 Kitty， 还有对 Melody。它都可以变成这样子哦，变成车车。它有教你怎么变魔术哦。这个都是最，它现在是机器人的状态，然后可以变成车子。它的变法。然后它有一些注意事项要小心哦，绝对不可以拿来吃哦。这边呢，就是这个人物的简介哦。为什么叫简介？就比如说身高体重啊，还有出生年月日啊。基本的简单的东西，那我们先来拆开来看吧。妈妈先拆这个。你要先拆 Kitty 啊。好，我们从史努比开始吧。这是它里面会有一个背景图，那这是史努比的哦，它长这个样子，它的脚脚，然后它的轮子，好，它是长这样。那它组装的话就是把它斗起来，然后把脚压下去，藏起来。它真的有轮子耶，是这样子走的哦。好，长这个样子。随便你走。好，小货车。那我想要左。好 ，Kitty， 它长这样哦，它还有点点，然后因为它往上就可以了嘛，可是这样会挡到它的头，所以你可以把它的头往后推一点，然后它就可以扣起来了，然后脚脚把它往。里面推进去，这样子就变成车车咯。看上面还有 Kitty 的图案哦，两边都是哦，它一样可以这样走。我们换下一个，这个是万圣节系列的哟，它旁边有南瓜，然后它长这个样子哦，像木乃伊一样。那把它变车车，先把它的脚推进去。然后一样，头头往后，然后再把这个扣起来，这样才扣得起来啊。它长这个样子，有蝴蝶结，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缎带的形状，像缠木乃伊一样，一样可以这样走哦。好，最后一台变形金刚是谁 ？Melody。好，这个是 Melody 哦，它是粉红色的。长这个样子哦，那一样把它组装起来，可以把它头先往后推，再把两边扣上来，然后脚脚放进去里面，就变成粉红色的车车耶。你看旁边还有 Melody 的可爱的图案，我好想要。你还可以走哦，怎么变？打开啊，这样打开吗？打开。我不会。两只手把往两边拨，对。然后再把头往前，来，来给你，哪一台？哪一台不会变？这个。哦，姐姐再帮妹妹弄啦。妈妈，我也会把脚推进去，然后打开。嗯，有没有很可爱？好 Q 哦。好 Q 哦。很酷哎。很酷吗？对。很神奇，对不对？我的脚太长了。你的脚太长了，你可以把它弄短。你可以把它弄短一点啊。这个会就变这样，没办法走。我可以给你姐姐啊。今天变形金刚好玩吗？好玩。你最喜欢哪一台？这一个，还有这一个，也喜欢恐怖的。你什么时候喜欢恐怖的了？因为我告诉你，里面有恐怖的。哦。那我们下次再介绍更多有趣的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。波波，我走了。你要走去哪呀？加油班。